凌晨一点的男生寝室，到点开饭。哦，生土豆，你拿这个来考验我。真行，吃多了食堂的土豆丝，今天来点不一样的。纯手工暴打18000次的土豆泥，它来了，撒上我的秘制蘸料，好香啊！吃一口，香香辣辣，好好吃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